拍摄，我在直播，我等一下十二点在那边会跟大家一起拍照。哎啊，拍摄拍摄，嗯，又反了又反了，好。好，不要紧张，我已经完全抓到这个手机了，好不好？我只要一开台，它一定会先反的，不管我转哪一边，它一定会先反的，好不好？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？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吧？我早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现在给你们看。等一下哦。你们看，这里有 DDR 呢，有看到吗？酷波，我们来玩跳舞机吧。有个汉堡，这好像视角不太好哦。我知道赖赖在找我画画，我跟他说晚一点啊。我等一下看不到聊天室哦，不要洗屏哦。那什么角度比较好嘞？怎么角度比较好啊？这三代，这有二代跟三代在里面了。好像要看到脚比较好哦。反正萤幕也看不清楚，是不是就不要萤幕了，是吗？前方好像比较好，不然放后面人家手机被干走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样吗？刚那样可以吗？还是从正后方啊，完全看不到，要站你的右边，看不到脸，没办法啊。我帮你看的台式厕所正吗？不用啊，我看这个就好了。我想说，没问题，不用。这样好像也可以哈。可以吗？这样 OK 啦，好了，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啊，不可以也不行啊，干！前面比较好，啊，不如轮流，不然轮流了，好不好？就我的手机会被干走，会吗？这样，转身转身。
的剑吗？还是前面？还是前面？其实看得到谱面吗？哎，看得到谱面吗？可以啊、哦，好，可以。这代歌也没有很多啦，
难哦。音乐听得到吗？音乐听得到吗？不知道音乐听不听得到。完全听不到，对不对？干，那不是跟白痴一样吗？到一个你们听得到音乐的地方，如果是这里呢？如果是这里呢？看不太到脚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啊！歌没有很多，大概跳半小时就受不了。好累哦。
好累啊、哦。细微，去拍照出发。那你会介意被拍到吗？不会不会。不会不会不会。细微照拍。Hey man。跟，那你会介意名字被念出来吗？跟拉德尔一起跳，也是实况组啊，然后也是英根玩家。二代，好了，三代好了，哥。
这儿。人超多，真的人超多。
好，别人要跳，要休息。有别人要跳，怎么办？先休息一下。这边有头文字 D， 我们来开车。没事，直接摔到，好爽。不会啊，没事，常有的事。好，别人要先玩。你要？好好，没关系。快走，我流汗了。赛车也被哦，你不是跟他一起啊？我以为你刚刚一起。没关系。谢谢。好。好吧，就拍吧。白痴啊！拍水先，我会安排拍照时间在外面。等一下，拍水。因为我怕一直拍，我就没办法来弄。抱歉。对，那坏掉了，不要打。啊？什么东西？我本来就是跳第二，然后开直播啊，结果有人要跳就轮流啊，对啊，你看我已经流了。我是专业的李荣斌儿童，画签名的。别人要跳先给他们跳，反正我也累了。对啊，我刚在外面站立旁那边看小瀑布那边看你。哎，好难哎，我真的是脚一不顺就爆了。对啊，而且这边扣血扣超多的。对，妈的，有一串角色没到，直接剩红血。对啊，再跳一次啊！别整我！你要不我等一下在外面拍好不好？12点的时候，因为等一下这边开幕了。拍谁？因为现在在直播。拍谁？老人凑时间。对啊，还可以啦。可惜没四代啦，之前我在高雄玩到有四代的啊。对啊，我这里没有。看，没声音那台不是吗？现在40分了，其实。那真是有点热。啊！真的、啊，我也觉得哎、欸，几乎每条歌都印象很深刻。对啊，就很印象深刻。如果真的要我买一代，我应该也是买三代为准。
如果是有办法买的话，真的，哎，你们去排啦，不然别人要跳，然后等一下开幕了又没得跳。开幕关了、啊，因为开幕这边会狂放歌啊，完全听不见啊。哦，听不到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现在就有点听不到，所以开幕的时候就不用跳。AM 3P 直接死掉，听不到音乐。木鸭，全部木鸭。我们昨天打过一场，后悔了。里面有人带一个控。我们有带啊，我们有。你也有带？我们有带，你们在里面吗？我们在里面。看，等下打一下。可以借你一下，可以来打。好。你那边有L2 吗？啊？你那边有L2 吗？我没有L2 啊。我拉给你啊。没有没有，我有L2，可是我那台电脑没有了。我拉给你啊。没我在行动一点。我跟狗拿。我直接传教。我跟狗拿过了，只是还没装而已。哎，狗传下。干，传三个月才来。对啊，为什么他是用传？他原本手受伤，是不是？有差有差，看没人跳了，快点！快！先上！他的，有人！我也是，对，我也是取 Coro 的时候，我的这边。就是因为我的姿势不好，然后我只要打大概半个小时吧，这一块就不行了。然后这一块导致我现在，比如说重训啊，我伏地挺身也没办法做，就是我没办法在这种状况下施力。对啊，我连举那个，就是这种姿势下都会不行。不能受重。不能。就是这一侧跟这一侧，就是我打二 D 叉跟滑鼠用太多，然后两个地方一起痛，这样就没办法练了。所以我也是 Tricolor 之后 ，Tricolor 就已经几乎没有玩了。Tricolor 前一代是什么？领口。对啊，领口就已经没什么在玩了。Tricolor 就考单位了，就没玩了。然后之后就没玩，然后这一代才有打。对啊，可是这一代打都是打个三四道这样，然后就不能再打了。对啊，一直都这样，就不能再练了。对啊，没办法，可怜，大家注意自己的手手，真的，真的，妈的，我还好，我刚打进去。然后我那个玩 FPS 都要带护腕啊，玩射击游戏都要带护腕。要不要跟我请教一下这个？那、這个是哪里？对啊，对啊。他、啊啊啊、现在是把它放在他家那个，就是门打开，门打开用卡，就直接卡在门，卡在门板那边打，门框那边。消音是怎样？网络不好吗？没声音。其实我们是关麦啦，跟狗学的。这样有声音吗？喂 ，Hello。像话大联盟。有没有声音啊？好，我想到了，我刚刚回去抽你好 GG 的。啊，费联杯你好 GG 的。Continue。可能要看看，因为我应该也不太能拉。对啊，我打到刀子折脚，拉一下。可是真的狂操的话，可能还是不行。应该说，不管怎样的手，狂操都不行的。对啊。打六号吗？打七号。小指头七，小指头本来就七号吗？我们是无名指。我也是他说，我就说他们那时候聊，我就说怎样，所以是要退坑是不是？他说没有啊，多打一点啊，以后可能没有了。哇，我可
有点无聊。对啊，无聊。算了，就是一个回忆了，干也没办法了。以后就只剩 BMS 了。改没办法。We love being on something。再见再见再见。拜拜拜拜。好热。玩的玩的点。好啦，各位观众。等一下10点就要开幕了，然后我会去看开幕，就不会直播了。那你们可以去看那个主舞台的实况台，好不好？就是支持一下，会有不错的表演，去看一下，好吗？那我应该差不多，因为很多人在跳，我也来不及了。OK。背景好，那我要先关了，开幕一下，我先。松一下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。晚一点，晚一点。我今天有带杰去卡来，我已经设定好了。所以等一下开幕结束啊，更晚的时候啊，我去外面票配回来之后，我会开迷你超人啦，跟大家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，感谢大家，大家再见。